IF 公司基因转换生物能实验日志，档案代码2059081。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，虽然标本出现了一点异常，但是现在已经得到了控制。田博士，王峰失控了，快来看！田博士，跟踪。北纬38度11分，2059年8月17日 ，IF 公司秘密基因实验室与总部失联第7天，由6人组成的搜救小队前往救援。
是高频声波，有人利用声波击退了蜂群。好像的确没了，走吧，快点。修好没啊，热死了。哎，哎，怎么样，空调修好了，舒服了吧？这什么破地方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要不是因为某些人的破事儿，老子这会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。某些人是谁呀？某些人是谁自己还不清楚啊？哎，你有病吧你。我女儿丢了是破事吗？谁让她来了啊？要不是你那个疯子老爸违反规定把他带过来，我们一帮人能在这儿吗？哎哎哎，别吵啊，别吵别吵。田丽，等咱们找着妞妞再收拾他啊。你小子想收谁呀？啊，一家子都是疯子。哎，田丽，不要吵。果然是有完没完。我想李小姐应该很清楚，这次我雇佣你来是干什么的。不是为了寻找某一个失踪女童，而是协助我和李辉来查明实验室里百事口的失联。那本新书我看了，里面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赞成，尤其是那句人类最简单的突变就是唾液和体液的交换，说得特别好。小心点啊。最简单的突变是点突变，指的是单一碱基的改变，转换指的是嘌呤与嘌呤之间嘧啶与嘧啶的互换。是这么开的吗？展开。怎么了，李辉？你给我定好的。好。都看过了，没人。
静，老头那算什么呀？三年前南美洲豹子咬的。哎，你再看这个，马达加斯加鳄鱼嘴里的牙。你还去过不少地方。那是。还有这个。什么情况？电脑发生故障了。得手动恢复，卡住了。拿来。启动了自毁程序啊！别啰嗦。哟，哎，没事没事，我保护你啊。跳尖儿啊！是不是实验出了什么问题？宇慧，怎么回事？小姑娘长得真好看，我觉得她应该是和大家一起撤退了，你也别太着急了。撤退？你看这个样子像是撤退的样子吗？是，但现在也没什么坏消息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会把女儿送到这个地方？嘘，田丽她爸带她来的，说是要给孩子治病。治病啊？田妞妞生病了，皮肤癌。什么东西来过吧？他现在怎么样？嗨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帮搞科研的不就喜欢吹牛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呀，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吹牛。这是什么？Thank you.
感染的小白鼠身上做的实验，妞妞非常成功。实验的结果呈阳性。爷爷。哎，妞妞。2059年8月1号，在进行人体实验时，发现效果非常的显著，新的药物顺利突破了血脑屏障，还打乱了病毒细胞的复制。实验进行得非常顺利，虽然标本出现了一点异常，但是现在已经得到了。田博士，快来看看！妞妞，田博士，可以看出实验效果显著，相对10年前另一个案例。效果就更加的明显。倒回去看看。标本异常，生物蛋白酶，血脑屏障。这是哪儿？说。张宇，你们公司到底在干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IF 公司干了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，你不知道？你先撒手，我就是行政总裁。你要问的话，你问那些搞科研的。对，问你爸，你爸清楚。到底说不说？你们别吵了。这里有东西。
从张宇尸体的伤口处，我看出些异常。什么异常？这个伤口应该是锯齿状的东西造成的，但是很难讲清楚究竟是什么。这个伤口的地方形状很奇怪，好像是……很像什么？好像是昆虫的颚造成的。你看，这块儿是昆虫大颚造成的，这里是小颚造成的。但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昆虫啊！你们看我干嘛？我说了一百遍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们公司干过些什么？你总知道吧？李小姐，我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这是我们公司的最高机密。你给我好好看看，不就是张宇的尸体吗？你再好好想想。想啊，不就多死一个人吗？是，也不差多你一个。我不信你敢弄死我。20年间公司释放过一批改造风。为了消灭蝗灾，我们公司释放过一批改造蜂，因为无法繁殖，所以说能够更好地杀死蝗虫，而且不会对生态造成破坏。实验最初开始还挺成功的，初代母体是李辉，他可以通过生物电来控制改造蜂，但试验中途他受伤了，试验就终止了，所以他带着钢丝就是为了隔离生物。那是20年前的事情，和现在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原本是想终止，不过需要坚持实验，这样的事这就没办法。不是他们做这些基因实验，怎么会出事？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，实验能起什么作用？我女儿得了皮肤癌，我认命。不过不是像现在这样，是死是活，连个影子都找不到。别在这嚷嚷了好吗？你除了会动手打人，你还会什么呀？啊？啊？人家丢了女儿着急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别吵了，过来看。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东西？走。他没死，女儿他没死。开门。高频声波，
我去，老田你还活着呢？实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在什么地方啊？哎，田博士，是你。儿子，妞妞在哪儿？我问你，妞妞在哪儿？妞妞，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她被抓走了。他很可能还活着，只有能和不能，没有可能。不要那么冲动，好不好？我来不是为了让你来教育我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从峰峦里提取的信息素，妞妞就是靠它活了下来。你给妞妞用了这个？这是第三代 DH 七十九的信息素，它不仅改变了 DNA， 还能带来巨大的生物能。但是奇怪的是，当妞妞的实验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突然飓风发起了疯狂的进攻，飓风杀死了很多的科研人员，但是他们没有攻击妞妞，好像他们来是要带她走的。妞妞被带到哪儿去了？应该就是在这儿。这是哪里？蜂巢。蜂巢怎么走？去蜂巢的路只有一条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好好计划一下才行。外面的飓风实在是太多，太危险了。危险？现在知道危险？你们当初做这些基因实验的时候，怎么想到危险？做实验是为了人类的未来，那么多的科学难题和疾病还没有解决，不实验难道那些问题会自己解决吗？就是嘛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会变成这样吗？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人类，其实就是为了你自己。我为了我自己。哎，哎，哎，老田，老田，李辉，我。牺牲是值得的，基因工程是造福人类的事情。没有这些实验，人类根本不会进步。牺牲是在所难免的。你所谓的牺牲，就是死人吗？这实验还要死多少人才能成功？
田丽，田丽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太冲动。就我们这几个人当中，啊，有谁比你爸更了解事儿？想救你女儿，你还把最能帮上忙的人给骂跑了，你何必呢？啊！现在事情已经出了，咱们应该想的是如何解决问题，而不是责备谁。是啊，田大哥，等田博士回来，好好跟他说说，别生气啊。晶晶，我给你去找两件衣服啊。不用，我穿菲姐的就行。这实验本来就是个错误。我们的实验加速了蜂卵内部的裂变，我孙女的她的皮肤癌基本已经治好了，难道你认为这是错误的？疯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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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还在用活人做实验？这个是我的亲生孙女儿，如果当时我没有给他用药，说不定他现在已经死了。我要复制这个成功的案例，拿去拯救更多的人类。老李，你给我放下。李博士，我求求你了，这是 IF 公司20年所有人的心血。如果他能够治好妞妞，就意味着他能够治好更多的人。你把事情想得太糟了。田博士不是说了吗？那些蜂群并没有攻击妞妞。据我的推测，是妞妞的实验刺激到了蜂群。那些蜂群为了繁衍，错把妞妞身上的雌激素认成了蜂后。如果的确是像推测的这样的话，那妞妞不仅不会出事儿，反而会被保护得很好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是被刘超雇来的，但我会努力帮你找到你的女儿的。好不好？看了才知道。什么东西啊，出什么事了？田博士从楼上掉下来摔死了。什么死了？刚刚不是好好的吗？多半是李辉干的。不会吧。快走啊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
哎，再说，前面好像是蜂巢。走，走啊！身上的雌激素刺激到了蜂群，才让蜂群开始攻击人的。不知道，你去问老天。李辉，李辉，爹！
自己解决。李慧，你给我回来！李慧，李慧。都在呢。田丽呢？别提了，死了。是不是你干的？你有病吗？那田博士是怎么死的？我怎么知道？是不是你杀的？闪开！我没时间跟你掰扯。李飞儿，你考虑清楚啊！你可是我花钱雇来的，朴晶晶你就在旁边看着是吧？晶晶，你不要相信他，田博士就是他杀死的。解决，李慧，你给我回来！李慧，李慧，田博士，嘘，是我，刘超，冷静点，你只要把实验资料交给我，没有，都给我，没有，给我，给我。啊！小姐，田博士死是个意外，而且你也看见了。这死那么多人都跟他有关系，人都已经死了，不如把他的科研成果带出去，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。
而且这个荣誉就属于你一个人的，你考虑一下啊。爸爸爸爸，妞妞，走啊。爸爸。好妞妞。走。走。的东西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救命！放心，我会替你卖个好价钱的。你回来！你回来！孵化出来的蜂群会越来越多的，千万不能让他们跑出去。你还记得吗？这个密码启动自毁程序，整个矿洞就会爆炸，到时候这些怪物必死无疑。
爸爸。我的童年是一场梦魇，从我出生起，地球已是一片荒芜，人类文明成为历史，尘封在沙漠与废墟之下，少量存活下来的人类在无序中艰难求生，整个世界恶势力遍布，变为弱肉强食的丛林。我被一个叫天狼州的组织抓住囚禁，他们霸占资源，掠夺女性，无恶不作。天狼州最有名的五大杀手：绿霸、铁砂、博士、银狐、雷霆。而真正掌控一切的是天狼州的主人苍穹。但天狼州的命运却因雷霆的叛变而改变。
您不能进去。雷霆抢走了您的心脏。
是唯一能藏身的地方。下车。我们为什么在这儿等？这里好藏身。他为什么要救我们？等他来了就知道。为什么救我们？
为什么手臂上会有天狼座的烙印？把他给我带走。走，快走，走。雷霆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今天把大家请来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从今往后，如果我有什么不测，天狼座的未来就交给雷霆。
人记住天狼州的使命和信仰。明白。什么？等天亮。天亮之后呢？打几架。我觉得我明天就要死了，我好害怕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难道我们只是你的诱饵吗？这里很隐蔽，如果你们自己不发出信号，他们很难找到。死在我的手里。
徐雷伟。我们真的就在这么等着？我们应该想想，他到底为什么要救我们？我们不能待在这里，万一他回不来怎么办？他回得来。不行，我得出去看看。等等，外面太危险了，别管我。
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抛弃了我们的信任，背叛了天狼州，回头吧。我回不了头。抢老大的心脏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活不了最后的，给我回去认个罪。为什么？李爸，别逼我。多少遍了？400。500吧。以后每天抽他500，把他的皮抽厚，日后就是我天狼州一头野兽。
Let her go, and I will let you live. If we live, you won't. You are just a traitor. You know nothing about loyalty. Yeah.
understand? You have no honor.喜欢哪一个？你告诉我，我杀了他。怎么？要不我先杀最小的？你可以杀了所有人。但那样只会让我更加看不起
我想来一场公平决斗。我在外边等你。杀了我，能找回你的尊严吗？不能。但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。如果你想活命，你就像狗一样从雷霆的裤裆里钻过去。
归兄弟不可内斗。这一仗，我疼了十几，也憋了十几。我一直都知道你不见得，我想你不会告诉我为什么叛变。你能活到最后，答应我一件事，这里真他妈舒坦，别处理我的事情，让我一直的都无恙。最亲的人都保护不了，那守护正义又有什么意义？我们怎么办？活下去。Thank you.
部失手。李霸、铁砂军团相继被解决之后，有一个女孩要活着给我带回来。苍穹派出了更为致命的博士与银狐来追杀雷霆。你的枪没我快。雷霆，雷霆为保护我们，宁悬一线，生死为关。没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小玉与小杰也残忍被俘。雷霆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只要你足够强大，才能定义光明与黑暗，才能像太阳一样。选择令牌，维护正义。雷霆与铁甲狂后家族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最终决战，一触即发。